下来要出场的是台北乐府乐旗艺术团以及中山女高的演出。台北乐府成立已经迈入第24个年头，是台湾唯一一支常年专注于推广发展行进音乐领域的团体。为了这次的演出，台北乐府特别邀请了中山女高乐旗队共同合作，早从6月就开始构思设计了。而在亚洲行进鼓乐联盟锦标赛夺冠回国之后，就开始密集的练习。其实哦，台北乐府不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国庆大典了，只是相隔十多年之后，经过时光的淬炼，现在更加的成熟茁壮，成员们对于演出也充满无比的期待跟雀跃。而中山女高乐旗队在每年国内外的赛事跟交流中都成绩斐然，相当的受到瞩目。这一次更特别的是，我们会注意到键盘角色由南湖国小乐旗队的三名打击乐高手担任，相当的超水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由台北乐府乐旗艺术团以及中山女高带来精彩的台湾的脉动，飞跃的能量。
Advent TV Taiwan. Rumco International is proud of the people.掌声谢谢台北乐府乐旗艺术团以及中山女高带来精彩的表演。